对，我发现刚哥自拍水平还可以。所以小米九的自拍呢也非常非常的出色。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啊，我们还有王源定制主题。啊，真正需要尖叫的还在后面，大家别叫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啊，还有更精彩的。啊，你们这个尖叫都让我没办法讲了，我觉得王源太受欢迎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王源的下一个啊，王源为大家准备的，就是每个时间段王源都有，都有不同的这个表达。你看啊，第一个，跟我一起嘴角向上，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吧。好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，王源会跟你说，放慢生活的脚步，一起来聆听音乐的美好吧。好，到了晚上，晚上好，辛苦了一天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其实一天24小时都有不同的表现啊，都是视频的。还有那个王源，王源，在呢在呢，有趣的灵魂来陪你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，送你一首生日歌，祝你今天最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谢谢雷总，欢迎，谢谢小米，欢迎。看了这些视频你什么感觉？这是高手，